我觉得我们这次的新立法院哈，虽然当然也是。打得很凶，但也只能说，我觉得他们还是很棒哎，因为我们没有看过国民党立委这么努力打天下的了哈，这么多年来立法院打架是常有的事，但是打到这种，以前哈就是打一打，就是以前是演的啦，我讲跟大家报告一下，以前就是打一天，就打完了，以前打一天就打完了，就是就没事了，对，然后第二或是打一个小时，对，就没事了。可是这一次就是真的就一直打下去，当然打是不好了，不过你没办法，你遇到的是一个不讲理的一个对抗的一个势力的情况之下，但是却不讲道理，那就只能用一些我们比不了人头就来比拳头嘛，就我们讲难听一点就是这样。而且这一次可以看得出来，国民党跟尤其是国民党，就是他们的那个另外一个党都每次要打架都不见了啦。不过表决是有参与啦，表决有参与，有一些是有参与的。对，然后打的时候，而且是很坚持哦，真的是坚持，因为听说民进党这次对于，因为他们以往的概念就是国民党就是打假的，哦，就是打一打就收手，一个小时就走，然后就让媒体拍一拍就走了。可这一次是就真的打下去，然后从大院也打，对，内政委员会也打，就是都打的，对，就是都，而且是全拳到位，拳拳到肉，拳拳到肉，吓到民进党了，你知道吗？他们是真的被吓到，他们吓到了，对啊，因为这一次，而且这一次有一些新的委员吼，真的还蛮认真的吼，因为可能这些新的委员他也没有什么包袱，然后可能也对于立法院的一些规矩。那些惯例他们也没有在遵守，没有在怕的啦，就直接就杠。其实我那个时候从因为我们节目从选举权就开始做嘛，基本上那个时候选将们就已经讲了，我们其实现在有在练身体，因为都年轻啊，这一次的都很年轻。他说我们这样进立法院之后，不管是多是少哈，我们绝对不会再让民进党动不动就上主席台。那时候他们就已经在练身体了，真的上不了啊，所以这是真的上不了哎。表现非常好了，表现非常好哈，对，就是这么多年来立法院。确实，这个吵吵闹闹也是丢脸丢惯了啦。但这一次，我觉得真的不一样哎。所以我们有请这个资深国会记者点点名，你觉得哪些立委是现在这次新立委当中模范生？好，也有文攻武斗嘛哈。我觉得文攻里面，我觉得像这个。吴宗宪委员，我真的觉得吴宗宪委员让我读好多书，印象深刻。因为我一开始看到他的时候是在一个采访的过程当中见到他，他也客客气气的，然后人就蒯蒯壮壮的。我觉得他是不是有打过橄榄球？就是他有练，身材很好，他有练，他有。可是你看起来他不太像是，就是腼腼腆腆的，也不是那个你会觉得他论述能力很强的，或是媒体性格很强的一个人。可是他在。我觉得在文攻侧面，因为他是司法委员会的召委嘛，对，他在处理，因为这次司法委员会的确是立法院重中之重，没错，因为所有会讲话最大声的都在那边。然后国民党跟民众党要推动的国会改革法案，都是在司法法制委员会里面要在进行的，所以如果是说民进党提出了一些质疑的时候，那个吴宗宪委员从来没有在怕的，而且完全因为他检察官出身，对，就依法论法，然后就给你堵回去，对，然后而且堵回去的时候，他还趁机打脸，就是啊，那都法盲啦，就都在乱讲话，永远要后面要加一句说啊，还是要多读书啦。对，他说啊，他说我们法律人听到人家在乱解释法律，他最不能接受，对，所以要读读书，因为他讲的我们也听得懂因为所谓的法律白话文运动，我觉得那个吴宗宪委员落实的非常好，因为毕竟我们可能我程度不好法律条文有一些知乎野者用字非常的艰涩，我们听不懂。吴宗宪委员他解释的非常清楚，对对对，我觉得大家都听得很清楚，所以我觉得吴宗宪委员是一个表现很好的委员。我觉得另外有一个就是牛许廷，小牛，哎，你看网友也说小牛，哎，小牛，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年轻哦，这个说有外貌啦，有学识啦，有逻辑啦，对，这个论述能力又年轻，没错，又年轻，然后他也不是跟你不讲理的打，学霸，对啊，他学霸，我觉得他这个表现的是非常非常的好。那另外还有谁？像是我觉得张其凯委员啊，我个人是觉得，因为他是我们前辈媒体人出身后，所以他在解释一些法条，他非常有逻辑啦。我觉得他有一件事情是完全落实媒体人该做的角色，就监督的角色。他这个监督角色，监督有权力的人，所以
而且不会畏惧嘛，因为你面对执政党哦，因为你可以看民党很多大炮是对着张其凯在骂的哦，那他都是一一个怼回去，所以我觉得这几个是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当然巧心啊这些，巧心也是啦，不用多说了。玉珍呢？你觉得呢？我们当然是玉珍委员，那个是有经过这个四他是第二任还是第三任？反正他有经过几次的一些历练，然后有就是老委员，我就先、okay、先不谈、欸，因为他真的很好笑、啊，他就说什么不上战场就是要打仗啊，你不会打那么弱，你不要在前面，你不要站在我面前挑衅呐、啊，挑衅我又靠背靠步，我怎么可能忍受呢？我觉得他真的就是很可爱啦，很可爱。对，因为他说，然后说要去，我觉得他这么拼。去做做 SPA 应该的啦，对啊，去做应该，可是人家洗个头而已，人家也没有说要在什么地方做，然后怎么就会被抹黑成这个样子？哦，这么少了原汁原味，没有啦，原汁也算认真啦。原汁 OK 啊，他好朋友啦，因为以前他在当新北市政府的时候，我们就跟他有一些我跟他就有一些互动，表现的就是他是从选桃园那个什么党代表开始，不是就跟媒体就很好。他那时候就是有一个梗嘛，就把橘子。抱啊抱橘拳啊，这就是原汁哦。因为现在的这批委员跟我们可能年纪相仿，对哦，就是然后跟着我们一起上来的，因为很多也是幕僚时代的国民党这一块，对对，幕僚时代，所以我们在跑新闻的过程当中，跟他们建立的都还不错的一些关系，彼此都有一些互信的一些基础。然后在新闻上面的议题掌握上面，他们也比老国民党更灵活一点点，没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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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几个都表现得还不错，这几个都表现不错。对，我也觉得哈，就是真的啦，就是很难。我觉得我难得看到国民党在立法院，因为我这个连线哈，我们连线曾经去立节目拿去立，直接去大院做。有我看到，对，就是玉珍委员嘛。对，不止他啦，就什么龙介什么那个都有。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假动啊，假动没有人来上我节目，只有我去。立法院你知道吗？走动式采访很好啊。对，走动式采访，对。然后所以呢，我真的看到就是我没有以前的国民党委员都是真的就是时间到了该吃饭的睡午觉的。有一些可能我觉得啦，这是国民党的 DNA， 是老一辈的 DNA， 他们可能觉得他们就喜欢中规中矩，然后不需要有一些太大的一些冲突性。我觉得这个比较符合原来国民党的一些人设，对，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网络世代的这些国民党的都是战将级的，而且现在的国民党也给很多年轻人机会，那他们当然也要把握这个机会，要表现，对，那我觉得到目前为止表现都还不错了，至少牵制了民进党。至少牵制民进党，而且昨天休会最后一个晚上拼了34个，我觉得很不错，因为有些法案是真的已经躺在那躺很久很久的，是总算他们把它过。对，因为以前然后，当我在跑立法院的时候是王金平时代是比较最长期最长的一段时间，那王金平就侨王嘛，对啊，那他不希望有一些对啊，表决的情况出现。对哦，那我记得以前我刚跑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刘松帆，大家还记得这个名字吗？对，常常要清仓挑灯夜战。对，那挑灯夜战不是说到12点哦，是到凌晨4、5点哦。然后说委员在下面已经睡攀了，然后突然说要表决，然后就进来按铃表决。我觉得这种表决品质也不好了，对哦，就是人家叫你投什么你就会投什么。那可是到了王金平时代，他当然风格做了一些调整，就是跟老柯之间建立一些所谓协调的一些机制，然后用桥的方式，所以表决的次数少了非常非常多。那可是这一次呢，我觉得韩国瑜第一次担任立法院院长，我觉得整体的表现，我真的觉得是及格的，真的吗？我觉得超乎想象，我觉得跟他那个时候。就是选高雄市长或者是选总统的时候，我觉得他完全变了一个人。面对媒体就是这样，他现在都不接受我们采访。对，但是我觉得，但是他在你看他在主持，不管是朝野协商或者是大院的时候，他的那个他也很幽默，中规中矩啦。对，然后会有不时爆发金句，就有金句，然后酸也会该酸就有酸到。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气色自然漂亮。我选择 KS 皇家呵护芦荟保湿舒缓凝胶，因为它用国际芦荟协会认证高品质的库拉索芦荟，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类似于玻尿酸，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还运用 TTS 技术增强芦荟的生物活性，修复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 皇家呵护芦荟保湿舒缓凝胶，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呵护您，呵护全家人，专属你的 KS Royal Care。